逛河马先生来了。都说河马先生在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有很多特价，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能买到多少特价商品好吗？走，今天这儿可以抽奖，哎，消费满100可以抽奖。我们先去买东西，走，往前推。让诺诺爸爸先挑几瓶啤酒。拿两瓶 U 八，就拿两个呀。回头晚上订，要不提着太沉。啊，走吧。他说提着太沉。我来买榨菜来了，我们家只吃这个乌江榨菜，然后麻辣的特别好吃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麻辣的呀？先拿两包微辣的吧。来一个乐事的薯片儿，我就喜欢吃原味儿的。来加这个味化饼干，这红色袋子的是榛子味儿的，这个必买啊，这个特别好吃，不敢买两袋儿，买两袋儿肯定是全吃光了。给你买了一个了，还买巧克力蛋啊？诺诺又挑了一个巧克力蛋，拿一个吧。他逛超市逛的比我俩溜。今天水果还挺全的，看一看有没有捡漏的。都说河马这个点特价嘛，我没看到一件特价产品啊。你看到没，他到超市买水果肯定要拿苹果的，他对苹果是情有独钟。这蓝莓是29.9一盒，来一个这个。河马的这小番茄就上面带着树枝儿的这个特别好吃，就是特别酸啊，我就喜欢吃特别酸的东西。来两个这个是11.8一个。再来两根黄瓜，来三根这个吧。这个是多少钱啊？这个要称一下吧，称一下。人呢？再来一盒这个小毛葱，它跟这个大洋葱长得是很像，是不是它的弟弟？来一盒这个，我想很想买香菜，没有香菜了。再来一盒，再来一袋生菜吧。这个是生菜。我前两天买基围虾说220一斤，他都很质疑哦，为什么北京基围虾这么贵？看到没，这边基围虾是258，比我那天买的还要贵。这个是基围虾，就是一节一节的，它也叫竹节虾是吗？我知道，反正就是这个基围虾就长这个样子，你看像是这个样子的是叫白虾，这个是普通的虾，然后这个是258一斤，真的很贵，我记得几个月前才90多一斤。你好，这个现在有特价吗？哪个？这个有啊。不是这一些哪个有特价吗？现在不是已经啊，这个特价55，原价是69.8的。69，有没有什么买一送一的什么活动？没有买一送一的活动，现在这个京东买人第二份9.9啊，我买一件，然后第二份就9.9。对，我挑了一个这个，然后第二件同款的是9.9，哎，这个还挺划算的啊。挺好，挺新鲜的，都是今天做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很晚了嘛，他怕卖不出去，然后就特价。来一个红薯，哎呦，这个红薯都流油了，肯定特别甜，12块钱。最后要买的东西就是洗洁精，我一直等双十二买洗洁精呢，但是实在等不了了。这个是什么苏打洗洁精，19.9一瓶，挑一个凤梨味道的吧。就是暂时先用着吧。再来一袋独头蒜，我们家经常吃这独头蒜啊，这个蒜特别好，具体怎么好呢？然后我不太方便说，你就上网搜去啊，这个蒜真的很好。然后还买了蘑菇、金针菇和菠菜，前两天不是吃火锅剩了点料吗，正好今天晚上给它涮了。河马这边的花降价了，现在15.9每扎，原来19.9吧。哎，好看哎！他们俩一起结账的，太逗了，诺诺。结算是一共是248，然后满100可以抽奖，可以抽两次吗？可以，诺诺抽，加油！
没有。谢谢参与，再来一次。再抽一次。我们回家了，刚才抽奖啥也没抽着。他那个兜里好重的，好多饮料啊，啤酒啊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这期视频到这里了，给大家比心哦。